就是歹，免不了，何必紧紧来计较？人生短短，暂时借过，有缘才会来做伙。知己的好朋友无几个，你遐我伫在相会。 烧酒来干一杯，也饮乎伊嘛多。酒干嘛地，莫讲遐尼多。点烟等酒醉，也喝一杯老人茶，快快乐乐谈天讲风地。啊，烧酒来干一杯，也饮乎伊嘛多。 酒醉，也喝一杯老人茶，快快乐乐谈天讲风地。即卖厝内个人我甲你尔，我都无要当阮世界。你直接讲，要爱偌济钱？ 你才肯离开阮酒家。你免伫遐跟我大细声啦！我要赚的钱哦，你付袂起。哈，真正是有够贪心啦吼！果然是一个大心肝的查某。唔是我贪心，是你哦，免甲话哦讲到遮尔大声好无？袂输你家己足有钱的呢，你遐的钱哦，拢嘛是爸的钱啊！ 我看你即马根本哦，都无比我较有钱啊！去叫我开介绍，真正是笑死人啊！你还阁有爸伊要买物件给我哦，关你什么代志哈？人爸出来是伊家己的钱啊，毋是你的钱啊！拄则阁讲哦，什么我怪爸的钱？吼，我才想要讲哦，我看你根本就是一个哦靠爸族。你即马甲我听清楚。 我是因为你是嘉选的地区啊，所以我才一直咧吞论你。你莫让我发现讲你是一个骗子，硬是要落地阮酒家，到时阵我一定让你落地噶。我才唔是骗子嘞！非得你一定有鬼啦！阿两佫较目嘛是有芳，莫就是讲过去你所做的歹代志，无人知影。到最后一定会逼的啦，你才等咧看。我知影你的目的是啥啦？ 你哦，就是听讲伊趁爸甲用是无滴的时阵啊，一直咧找理由欺负我啦，佮想要甲我赶出这个家哈。我甲你讲，我才袂哦中你的计嘞。无需要遐尼大声啦，你才等嘞，我一定会将你豁出去。你唔才等嘞嘞，哼，你哦根本就无资格做阮姑啦。好佳哉啦，大姐已经甲你离婚啊啦，啊若无对着你这种人真正是哦衰到有剩啊。 阮兜捌着你这款人，甲衰到有剩啊！你上好知影家己的轻重哈，我绝对会找出真相。想啊想啊，哼！哼！即摆大家拢已经知影你的真面目。 请你老老实实把你的目的交代清楚。你是安怎要用催眠的方式控制大嫂去害大兄？大嫂是你的好姊妹啊，你为什么要安尼伤害伊？就是因为佳云是我上好的姊妹啊，张正浩才会利用这点。伊甲伊催眠了后，爱我留伫佳云的身躯边，想办法控制佳云，互志明退选。 什么人知影？第一个计划失败啊，所以伊就逼我。不管安怎想尽办法，除掉志明。玉堂，你哪会变到安尼？你讲你无头路，我无第二句话马上收留你。结果你是有其他的目的，你要对付我就算，你竟然阁想要控制我，让我来伤害志明，你敢知影？ 万一若是真正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是要安怎面对我家己？你哪会当对我这么残忍啊？阿云，我知影是我对不起你，若不是我去有这无病啊无路通去行，嘛唔免互客党的威胁来对付你。啊，不过之前客党甲我讲，伊只要互志明退选就好，所以我才会答应。 我可以知影，因会愈来愈超过，甚至要爱抵志明的命，这真正毋是我的本意。你讲毋是你的本意，你也是做啊，敢毋是咧？因为张正浩骗我，伊讲我若是无要继续配合，伊就要爱我的命。 甚至连阮厝里的人拢会受到伤害，我真正是足惊的，我所以才会愈惊愈偏。啊，毋过我真正无想要害人，所以我偷偷啊，甲迄药仔减一半，上加只是会互志明昏迷，安尼我就会当甲家当个交代。我真正从来毋捌想过要害人啊！ 你也准讲你安尼讲，阮就相信你啊，是吧？我会用手抓，我所讲的拢是真实的。我搁安那无良心，我嘛无勇敢，会去害死我上好的朋友的翁，这种代志我真正做袂出来。伊无讲白菜，我有救人，甲振堂摕去检验，内底的资料确实袂害死人。啊，毋过毋管安怎，双方无法度保证。 若是注入去大兄的身躯，会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有真侪机会当向我坦白，啊，毋过你却愈聊愈深，互我上伤心的是，你竟然爱我亲手去害死我上爱的人，你安尼是叫我安怎面对你？你利用咱的友情来伤害我上爱的人，我知影，我即摆讲更较侪实在嘛拢无效啊！啊，毋过我毋知影，我即摆除了甲你讲实在，佫会当做甚物代志表达我心内对你的亏欠？是我受过软弱，是我还袂到咱的友情，是嘞。你既然知影讲你对不起阮大嫂，那你赶紧将大嫂身躯顶的催眠指令给解除掉。 为啥你会无度？你既然会当用催眠的指令来控制家园，为啥你无度替伊解毒？一开始的催眠是张正浩做的，我只是执行伊的指令。若是要彻底解毒家园的催眠指令，敢若有张正浩知影要安怎做？我唔相信，你只是想要拖时间，搁找机会去控制大嫂。 唔是安尼啦，我真正无骗你，我唔是医生，我嘛袂晓催眠，我哪知影要哪做啦。好，既然你无想要讲老实话，来来，我只好送你去警察局。这是我该死，我无话通讲。啊，不过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张正浩找出来，解除嘉云的催眠指令，啊，若无我烦恼嘉云会有危险。 那安尼你就直接带我去找张正浩就好啊！我嘛唔知伊伫咧倒，平常时我敢会当用手机甲伊联络，只有伊想要见面时阵，才会约我见面。雨桐，你敢真心认为你对不起佳云？我唔敢毋望佳云会去原谅我，我敢若希望伊会当平安，啊若无。 我一世人拢无法度面对我家己。嗯，好，那你我即摆互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将功赎罪？你只要我着找到张正浩，互伊解除嘉云身上的催眠，然后呢，我会替你找律师，替你辩护，请法官轻判。哥，你敢真正相信伊讲的话？我相信伊是一时糊涂，唔才卡步打岔伊啊。瑞涛，我的安排你我都接受啊。我答应你，这件代志是我抓出来，我有责任爱保护嘉云，我会配合你，一直到嘉云的指令解除为止。 你的计划失败，无甲林志明除掉，也无法度阻止参咱商总的理事长。溪东爱你做的代志，你一项拢无完成着。我俩阵讲医学院毕业的人有外巧，看起来嘛敢安尼尔，袂晓教物件，转来的狗仔毋免搁饲啦。该上阵律师遐，取消伊把外就医的资格。 会继续等伊关。等者，唔敢等伊啊！听我解释，虽然这届任务看起来是失败，但过一届，我大家来动手，我哩保证，我一定会当成功解决林志明的。我是讲真的。 搁有一次机会，对你甲溪东来讲无什么损失。你上好珍惜这次机会，因为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。溪东的，唔是一个有耐心啦。这次我绝对袂失败，因为我已经无路通啊退。